證，啲唔可以做證人，呢架車警人嘅嚇。架車架，你幫我試下住。唔關㗎，司機事。呢度有仔做乜嘢啊？所以咧，揸啲咪唔知啲咁嘅揸。佢明顯佢都唔知做乜嘢。唉，好心啦。呢度有仔睇啊！呢度有啲嘢。唔係啊，佢真係學人，佢好嘢嗰啲，我哋嘅資料真係睇睇住佢。一架私家车搞到电单车自炒，事完一架私家车是会合线，不顾安全距离过线，搞到当时全速的电单车需要做紧急拖波减速离避免相撞。私家车过线只有一秒，电单车已经离到。哇，大佬啊，你想死啫，都唔好害人揽炒啊！电单车唔似私家车可以大脚一踩立即刹停，只得一秒距离，我就刹唔到咯。所以电单车被他害到自炒。有网友说，电单车督友不让祸搞到炒车，咁大响喉声是比友，但有棍波师兄指出这个不是督友，只是做拖波减速，可惜都是衰了，一秒时间又咁短距离是不可能停到，所以私家车真是害人害物。